就选择强行的去顶，放，对，看到有人直接放，哦哟，这样正摁压下来啊！Rilo说我没有想惹你们啊，是这个确实没办法，你也不能说 Rilo 有问题的吧？是的，你只能说对方的枪太准，这个真的太准了。是的，你就在这种车上，然后你没有还手的动作，好凶啊！这男这反打自己血量突然占优了，进来，突然收枪了，双方一换一，赶紧先补。 得先打个状态，队友要赶紧先过来支援一手啊！Himers 已经贴到了 Saver 那个点位，好像已经很难扶了啊！他周围全是 CS 的人，等于是一上来打了一换一，而且是 GX 撞点，没错。天马甚至可以绕到小一城东边，西边山头。那边的话，小左也是传来捷报啊，拿到 MAM 的一个分数，选手了啊。 现在其实双方不太好找到突破口，但是 Yuri 倒地，现在让情况变了，所有的压力来到 Leo 一个人身上，走了反坡，摸了一手，这个时候这个反客为主，但是 Leo 反清楚，哇，这个 Leo 直接打两个，这个 Leo 真的太狠了，对他 Leo 那个掩体还造成了一打一的那种小身位的 pick， 这男跟 Leo 对位，双方位置应该是已经确定，这边真的还想救人。 可以救，可以救，因为Husky很远啊。对他脱节了，Husky在旁边大仓刚跑过来。是的。原点还被周平发现了，Husky给了New Happy机会啊。嗯，收缩一下，一南一北两边的一个分彩。LG转移的时候啊 ，Sneakers 是被 Husky 给堵到了。LG 一路，等一等，拖时间。这个小窗口正好是没能将 Fex 打掉。嗯。 雪包是打了上来，漂亮，一波反扑把 ST 给打没了，还剩最后一个，两个人打一个满面杀三个，会不会玩？Phase up，是的 ，Phase up， 真的是 Phase up。Kraxy 他那个架枪那个位置正正好好，因为当时可能在 ST 跟视野里面只有，想把这个人数给补了，而且 Gustav 的位置有点远啊。 有大家伙啊！但是 Fix 又顶住压力，这么远的距离是把 Longscar 给放倒。是的，继续赶紧救一手。好在是在反坡后面啊。另外一边的话呢 ，4M 和 Navi 经典招手，二哥先秒掉一个，但自己也是被放倒了。Navi 等于是冲了一手啊。对 4M， 因为本身这个圈刷完之后的话呢 ，4M 是进行了一个分踩，然后合到了。 这边的四房加上上面的大仓，是的。现在最关键的点，关键的点是旺仔一个人在这个防区里面，队友还在赶来的这个路上啊。刚刚到，看正面，Face 跟天霸 ，Face 血量很残，没的泡泡。Longscar 站起身以后把 Face 给放倒。是的，高打低，地形优势，这样的话只剩后点防区的 Kraxy 这样，Face 虽然说初期接了一波很漂亮团战，但是在面对天霸这波进攻当中是没能守住。是的。 而且这样来看的话，其实北边人越来越少了。是的，再看正面小海巨石短喷放到了五把，只剩 Elia 一个人，这应该是一波 1v1了。但是还是要小心。看烟雾里面一性换位，先要补人。是的，欧亚。看个人的能力和反应了。再补烟。嗯。黄军人数是不多的，对的。哇，刚把药给打起来，又补人了。补到自己的兄弟也是的。 这边 Party Carty 坏了呀！屁神能进去不？他是战士啊，进不了一点。下一把，小 P 老师，这个确实也没办法啊。确实，是的。再想再吃上一逼子，是的，周平岩，顶先顶住压力是这个时候有雷啊，周平岩这个时候要当心啊。哎，就这个雷正好砸到周平岩脚下了，现在看队友，队友远点能不能枪线支援？漂亮，还好，而且已经爬进去了。嗯，啊，能扶，能扶，能扶。厕所一个之后的话，他有 pick 的机会，来了，我们选择主动进攻，哎，小短喷，没什么问题，先把独狼给清掉啊。这里就是和 LG 2打2了。嗯，这里近点，阿 Kita 选择长冲，但是这个乙的话位置。 切到了3号位上面被 Akita 打下来，不过还好泡泡的补枪比较及时，而且 XO 啊整体的一个阵线拉的是比较开的，这边封了烟之后是有机会能够把队友给扶起来的。瑞那边的话呢，也是在左上角马上利用载具要进行一波回。之前打了 SQ 的人的，补了人的，他知道这里是 SQ， 人少。但这两个冲到近点以后，77 Longscar 是被 Hackerman 给放倒。这波接车。
第一波是手起刀落，而且是让七七打大残。嗯，主要车速也比较慢嘛，这个轮胎应该是被修掉了一个。坏了，这个背身 MT 的位置是不知道的。脚下有泡泡，他埋着，他没看到。哦，这个还是被发现。是的，他不知道屁股后面有个 MT， 所有的注意力全在前点 XO 身上。是的。来看一下 Pyro 这波怎么去进攻 SQ 了。嗯，防止旁边的打纳瓦。打纳瓦也在街对面有想法，他看到这里来了，小左先被放倒。这个因为过点的关系，还是比较长的。嗯，而且你烟线并没有完全封上。对，主要是在外围待的时间不能很长。还在给、看到了，找到了。嗯，而另一边 Pyro 这波进攻是被两边夹住。嗯 ，SQ 防守依旧是还是比较不错的，而且打纳瓦侧翼的枪线让 Pyro 没办法打得那。4M 跟 LG 依旧是有防区可以待，还在缺。那么问题来了 ，DAY 怎么办 ？DAY 要不去撞洗车房吗？这五圈都要快开始，这个蓝圈开始动了。别再打他，直接要贴防区了。XO 那次看一下 ，SQ 他也推到山上去了。哎，这边 XO 选择直接贴防区，给了机会 ，DAY 要动了。而 Rain 的分数是被小雅给 K 了，还不错。高点还有 New Happy 的枪线 ，XO 这波贴防区也很难受。哎，手雷，这波分是 K 了 New Happy 的分。的话 ，XO 分数是被 FM 跟 New Happy 同时给拿下。关键防区还是这两个队。对啊，还是这两个队。就相当于一个满编队接了一个二人编制的。要么就是两边想把对方分数给换掉啊。最终的话，独狼也是被发现啊，淘汰。防区里面。什么时候能打完？嗯、哦哟 ，Flat 抽空去打了 DAY。对啊，这近点有人的情况之下，他没事干，他抽了个远点的。是，但对方能扶啊，他近点已经迫在眉睫了。来人，闪喷喷倒了 Summer， 那侧翼 Flat 补枪将小黑打掉。这样的话，分、虽然说是没能拿下 LG 分数，但这把平。而且 SQ 这边的话，他利用载具来到这个地方，就是想要反卡北边的 Danava 嘛。那对于山头的 New Happy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，最起码在这个阶段。哎呦，这个过点 Danava 也是损失三个人，贴不过去了。你这个时候再过去贴，早晚都得打呀。落点的位置 Flash 掏雷了，就剩了一个。看 Inonix 能不能对 DAY 造成一点威胁。索尔也被放倒了。反正三个人、四个人过来就只过来一个 Inonix 嘛，对，路上就被全部倒地。是的，还能救我？这韧性十足啊 ，LG。烟多。要不把东西给兄弟？哦，扶起来，要么不给分。嗯。有没有这种想法？有可能。我正好一点点跑进去了，但还在拼。这个雷感觉啊、哦，那是闪。终于 Inonix 出手了。是的。不过对于等到晚来说，尽可能去拿淘汰分了。嗯，啊，这样打也挺好。北边的话呢，最后活下来是独狼，这对于 New Happy 的侧身的压力就越小。是的。独狼北边和独狼之间的一个Inonix， 我好准，但是因为血量太残了，是的。我知道 Inonix 的点位在这个树后啊，吃了一枪手雷过去，能不能炸到？被 SQ toghter 拿下。嗯，最后的4-4-3，从位置上面来看的话呢 ，SQ 是最局限的。想去击倒之后的话呢，自己对于最后的这个梅花桩的控制啊和跑位啊，会有更有帮助。坐收渔翁之利嘛，但是、还是可以相信 New Happy 啊，相信他们的一个决定。嗯，这样的话 SQ 可能会不给分，不给分，不给分，想服。最后的4-4，是的。我明明好快呀、直接贴长条房一个人，他主要抢时间啊！他这个大步流星、这个裸拉是直接被对方发现了。是的，这样的话，浩瞬间是4-2人数优势、而且地形上面和圈形上面的位置也是优势。是的，这有点太远了。对，左边已经贴上来，后点楠楠放到一个，是的，帮周品言缓解了一点燃眉之急，但是后点等麦的放到了周品言，只剩楠楠3-1，位置已经被锁定，而且已经离蓝圈非常接近了。嗯，的话应该是没什么办法，恭喜浩是在今天成功拿下一局。是的。